休息呢很重要。时间赛跑，对不对？跟着时间赛跑，看你战胜时间，还是时间天天就让你成为俘虏，对不对？可怜的人就是天天喊着时间不够用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办呢？穷则变，变则通。那要想到对应呢、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设定重这样重要。怎么说呢？我今天在设定的这过程里，我设定了，我在听共修课，我听着导师说，我设定我就要让他入心入灵，而且让他成为我自己的一部分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免之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这一设定完，同样是两三个小时坐在这边听，你设定好，跟你隔壁的同学还没设定的两个人成就。今天下午共修课的成就不一样，不一样在哪里？因为你这一课入心入灵，他也听，但是他还没有设定好，有没有入心入灵不知道。这会儿下了课，你都回到了红尘，不要说等个几天了，就今天现学现卖，是不是？然后导师讲的东西，你刚好入心入灵。然后你在红尘中刚好遇到什么事情，做挑战的时候，你刚好把东西标出来，好家在入心入灵。隔壁的同学有听有没有懂？不知道，就这样而已。他也没有做同时的设定，所以呢，等到今天也是回去了，刚好就遇到课题，结果就火烧功德林，刹那间没了，一念之间呢、欸，你有没有想过？就这一念是上山还是下海？滋味不一样。人生有多少时候可以让你如此的自由选择？是不是？你是自由选择，让环境或者现实让你随便的、没办法抗拒的上山或下海，还是你有选择性的自己是要上山还是下海？你得先想清楚。所以这个时候设定重不重要？太重要。同时。好，我们把好事加在一起的这个同时太重要。所以你看哦，你有没有看过一种人身手矫健，有没有？同时做这个那个也做，有没有看过这种人？啊！我跟你讲，你去访问这种人，你问他你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做，他绝对会告诉你，哎，你把它理一下嘛，对不对？你做这个时候刚好是这个，那两个碰在一起一起做做做做做，同时。为什么时间不够用呢？就是用同时的这个按键太少，是不是？那你说一心不可以二用、欸、同时两个都没做好，所以这叫火候，是不是？你平常有没有活用？记得，不是今生在使用而已，来世也要用。所以现在能够操演成功，生生世世都受用。所以我们超马的学员不是这辈子才聪明的、啊，来世生生世都聪明。不当阿呆了，是不是？为什么？因为有精密的训练。谁训练的？自己训练自己，是不是？导师告诉你这个方向重要，你回去落实就是你自己。刚开始可能卡卡的，一回生二回熟，